后呢，如果时间允许的话，将是由倚天小水鱼和倚天火海对战神龙和小小马。因为小小马也在我们的现场。就是幕后名人，对，就是新马堂幕后名人，新马堂小小马。风深秋的风。相当这一局啊，他又回到了六点钟位置，跟我们第一局的情况一样。那么神龙和风神呢，将采用一个五局三胜制的这样的赛制呢，来分出今天晚上他们这场单挑表演局的胜负。我们很多观众呢也是在直播聊专区里面啊，发帖啊，谈到这个神龙的控兵啊，终于是见识到了，终于见识了神一样的控兵啊。是。还有刚才这一局有观众说，这一局我想听神龙他自己说，封神这一局输了。听到我刚才念这句话，神龙他也笑了。神龙第十个农民就已经开始引向了。我也希望广大的观众呢多注意一下神龙的这个分配。也许还不是超高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手，但是学到了神龙的分配以后，或许您会慢慢的晋升为一个超高手。或许您现在已经很厉害了，就没有和电脑打了，但是难以想象一个中国最顶尖级的选手他每天都会和电脑打的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。今天我以为他在逗我们玩，跟他玩电脑呢，然后没想到他的分配就这样练的。等一下我们再来采访一下神龙啊，他在平时训练当中是心得呀，是怎样训练、嗯、啊，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枯燥或者怎么样就不愿意去练。如果你想成为顶尖级高手的话，那么神龙走过的路将会给你很好的很好的一种启示。有观众在说神龙的声音太小，是的，他好像很害羞的一个小男生，平时说话也是这样的声音，不然我已经觉得太古怪了。如果您听不清楚的话，要不等一下可能的话我们他说什么再重复一遍他的回答。还有刚刚您看到在发帖说，方方我有一个愿望，希望您帮我实现一下，就是麻烦你带我和神龙合一下影，这能代替的吗？他就像代替你吃饭一样，或者叫你帮他代替他吃饭一样。其实我最愿意代替的就是帮大家领工资。所以说这个多带的也没有什么，只能说一种心愿，一种希望，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这句神龙啊，现在两头像地形也还可以。有观众在说，等一下有小小马的第一视角吗？双打的时候可以看小小马上来为大家表演一下第一视角。等一下我们可以争取一下小小马的意见。我建议啊，等于广大的观众啊，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聊天专区里面啊发一个投票，到底是等一下双打呢，是支持小小马上第一视角呢，神龙继续第一视角？这样的，其实我觉得小小马也可以上一下，因为毕竟他也是非常厉害的跳高嘛。对。而且斯内克，你一直是把小小马视为你玩罗马最想击败的对象，对，就是说，可能你最想击败的对象不是神龙，你说偶像是用来崇拜的，你说神龙是你的偶像，但是小小马是你想击败的对象。是。那么今天这两位主角都是在现场。怎么说呢？
我感觉还是难度很大，对吧？除非要经过像神龙这样系统化的训练，包括每一个环节都是非常非常细致的，非常系统化的训练，就是比如说就是现在神龙做的这个工作赶路，赶路呢他们原来赶路的时间就是花上大量的时间，然后什么都不打，就这么打，就做这一个细节来进行针对性的训练，花上一个星期乃至一个月的时间啊，就专门练赶路，专门练赶路啊，就是每天打开，打开来，然后就和电脑打，找路杀，就找路去赶，不管这个路的情况是怎么样的，路的这种行走的这种特性，跳动的特性，摸清楚了，这种感觉呢是彻底的给摸透。所以说要想成为顶尖级选手啊，所要付出的这种辛苦啊，那么容易想象的。非常合理的，也是非常科学的。啊，有一群鹿，对吧？两头象，这鹿数量不那么多，还能够升级甚至升级法，不可二物的嘛，只能放到后面。地形还不错。这样有助于他的防守。封神27个能力，这一句啊，封神，比神龙还要更完整。消耗了，消耗了很多木材，对，所以他现在出来的农民基本上都要去伐木，对，所以他的这个，而且他前期是四 BA， 所以他做的前期很多了。好就好在他身体比工程要好，这样呢可以在前期啊，不至于那么大的这种精神压力，要比神龙要玩很多了，大概玩了。大概有两个东西的样子，完全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来调整他家里的这种经济情况，还在生产的时候他的钱已经有十几毛了，而且他出去六号色来了，看着全都是兵也只能是跳动的，对，神龙他的第一轮，他封神所在的位置，这个不是适当的距离，我们第一轮兵都回来了，他也是考虑到自己在外面的这个地方没有起到作用，还是徒劳的在外面守了这么一天。两个人又做比拼聪明的技术了，再次睁大你的眼睛，看看神龙是如何凭他的兵力行走的路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。不要忘记，他的对手也是空兵非常厉害的倚天风神。那么他，看风神的其实控的兵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神龙如何在如此高手面前占得便宜、占得先机？我想，他的技术会比对手更强。
由于身体软嘛，所以他有可能经济啊比神龙的经济来得更厚实。在中后期方面呢，暴兵的速度会更快。嗯，中局就相对保守一些了。因为他地形好啊，所以在家里面守一守也守得定，主要在对兵方面不吃亏。他们的能数量比攻击要更多。我发现神龙喜欢这个做房子有一个习惯，一个一个房子做。做好一个，就赶紧做一个。嗯，不知道。不知道这样做呢，会不会？三个兵应该是进来的作用，几乎是。都打不过。成功啊！果然。掉了几个农民，三个农民被去拆下。还在加地位。乾隆现在升了二法以后啊，他的木材跟上来，所以他有更多的木材来加地位。他的农田呢？是啊，这个被以前战队的绝对主力选手，他的实力也是有的。这样今天是，本来我们今天是联系的小水鱼和神龙进行对决，但是丰田呢主动出击，要来和神龙进行一番较量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他似乎在今天这个环节上面是被神龙抛在了脑后，甩开了一段距离。发展，不过丰臣现在的压力已经很大了，这个经济已经是远远的不如神龙那么多了。看来这一局丰臣又要输了。已经把丰臣的 BA 给占住了，七个 BA， 甚至有六个，啊，也是七个，有一个对手的 BA， 是七个。应该是丰臣已经是无能为力了，他的 BA 已经是没有了。神龙的积分430分。2-1，神龙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呢，是反超对手一分。总结一下这一局吧。这一局，开前期最。